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来玩宠物模拟器魔改版本，我们又再度回来这个游戏了。哎，这个魔改版本呢，啊，老头刚刚稍微找了一下，只有这个呢，啊，比较可以玩哦，啊，其他的有点烂哦，啊，那这个呢，待会来教大家如何来玩这一款。那一样哦，如果呢，你们有一些不错的魔改版了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。啊，如果老头觉得有趣啊，就拍成影片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款的魔改版呢，啊，一样就是来抽泰坦啊，不然来干嘛啊？我们在正版里面抽不到泰坦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魔改版本可以来圆梦一下。不过呢，刚老头看了看哦，他只有出这个猫，哎 ，banana 香蕉猫，可是他的这个图案却是用大猫的那个泰坦大猫的那个图片啊，超好笑的，应该是香蕉猫才对吧？这个图片有错误，啊，以及就是呢，2024年啊，圣诞礼盒，不是圣诞礼盒，新年礼盒啊，里面的这个派对鸭，啊，居然出了一个派对鸭泰坦啊，这个魔改的不错啊，待会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抽得到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它32万呢可以买100颗哦，哎，我们等一下就去刷个钻石来看一下能不能抽到好了。那这款游戏一开始你在玩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战力极低哦，不过没有关系。你只要去打这个，打这个方块，啊，打这个方块，你打爆它之后呢，你就发现啊，你这个爆装啊，你在爆钱，你在钱超多用不完这样子，然后它就会随机给你抽一只虫，啊，那这些虫呢，啊，战力都是随机的，啊，像是我刚刚抽到一个435 T 哦，还不错，所以打起来蛮痛的，啊，有没有看又爆装又爆装，啊，爆超爽的这款游戏呢，就只给你拿来抽泰坦。可是它为什么会有霓虹啊？霓虹泰坦是哪里来的？我看这个菜单里面没有霓虹泰坦啊！啊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把这些都买一买啊，这些都不用钱，也不是说不用钱啊，这些就……哎，为什么不能买啊？啊，这些都没多少而已，随便买一买啦。啊，为什么买不了啊？有些买不了哎，这个加8跟加这个15买不了哎，为什么？好，那还有什么要买？我都随便把它买一买好，加减。哎，啊，滑板买了啊，这个传送也买了，磁铁买一下。啊，还可以买药水，这样子一次可以买100罐哦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就只有写2罐而已啊，在那边。我们稍微喝一下。啊，幸运药水喝一下。啊，超级幸运也喝一下啊。哦，这边需要用这个金币来购买是吧 ？OK， 没有关系，我们打这个，再多赚一点。我们现在有 9.34N 了哈，我们可以来开抽了。啊，只是我比较纳闷的是，他那个霓虹泰坦到底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霓虹泰坦啊？啊，不管了，反正呢，我现在就是打算要来抽，啊，要来抽那只鸭子。啊，买个100颗，爽一下。啊，我们来看看。哦，他这个界面居然是做那个呢，他这个界面是做那个新版的呢，好好笑哦。来抽看看， 0.05% 的几率啊。啊，我觉得势必要来抽一只，过干瘾，是吧？哦，抽到什么？彩虹吗 ？Shiny， 抽到闪光的是吧？来，给我一只鸭子泰坦，我想要鸭子泰坦。哦哟，抽好多哦！啊，超级不用钱，好爽哦！哦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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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哟！啊，怎么没有看到半只大虫啊？这个几率实在是有够感人的，超感人几率。来，我们继续抽，有没有出啊？我要100抽一下子就不见了呢，对啊，哇，这什么神奇几率啊！100颗什么都没有哎，对啊，那怎么会有这个蛋啊？这个蛋是怎么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你们有那种奇怪的蛋？我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原来这边有啦，在那边到底。原来它的霓虹是这边来的啦，啊，我们可以买一个100颗，
好爽哦！原来如此，哇，这边应有尽有呢，超爽爽这样子。不过很可惜啊，这30B 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不要乱搞啊！很可惜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很可惜就是他现在没有最新的银龙泰坦啊。不过有这个气球还会随机变换呢，好好笑哦。我们来抽看看好了，抽起来，开心快乐抽，这是霓虹蛋啊！以前霓虹蛋长这样子哦，这么酷哦！以前霓虹蛋长这样哦，哇，通通都魅油是怎么情形？全部都共估，哎，至少让我抽一个吧。对啊，至少让我中吧。欸，怎么会有火龙？你火龙又是哪里看的？还是说上面那个是会随机？对啊，居然有火龙泰坦欸，发生什么事？欸，有哦，有两颗哦，泰坦吗？不是大只的啊，是这两只。这不是我要的啊，为什么你有火龙？啊，这个神秘气球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反正有就抽就对了，爽抽一番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欸，我记得好像之前开发者好像有提供这个，也不是说提供啦，开发者他们好像之前有拍一部这个的转蛋。欸，这个转蛋后来也没有拿来贩售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记得以前有啊，我要把它拿来复制欸，笑死！哇，你看你看，哎呀，这么多这么多。啊，就一只泰坦都没有啊！这边有一颗，你要不要泰坦啊？让我泰坦一下啊，是不是？就没有，是一个气球。难受香菇，太难受了吧？来，来，给个泰坦呗！我要泰坦。0.05%， 哇，这个闪光就是完全看不见了，是什么情形啊？哇，结果就这几只而已啊，太惨了吧？对啊，目前看到没有人抽到泰坦欸，这感觉这泰坦的难度真的很高哦。这也不能合啊，他没有算数量进去啊，这个坏掉了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变大了哦。哎呀，可惜不是。欸，中了中了，哈哈哈哈，笑死！刚刚怎么一瞬间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画面出来呢？啊，中了中了中了！压压泰坦，耶、yeah, 啊！这就是我要的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，哇！欸，这个如果出泰坦，应该还蛮多人抢着要吧？长得实在是太酷了，你看你看，哎呦哎呀！哇，我可以骑吗？哎、欸，按掉啊！哇，你看，哇，压压泰坦，啊，这算是这个里面那、啊、算最特别的吧？其他都已经看过了，对吧？对啊，其他都已经看过了，这些可以不要啊！我要把他们全部按掉，有没有？欸，我发现这个脸在上面呢，好可怕哦！吓死人了，这个脸，哈哈哈哈，怎么会那么可怕的脸在那个地方？啊，我们现在第二个目标呢，就是我们要来抽这个特殊的啊，200颗下去好了，这个特殊的我也要，手酸啊，有没有？让我有一只吧，其实也没差啦，反正不用钱。有一颗，有一颗大的哦，一颗大的出来了哦。哇，是这种普通的，可惜了。哦，两只哦，居然是两只，好哦，有一个变大了，一个变大了。啊，又是这个一般大虫，可惜了，可惜了这个。
真的只有抽到丫丫泰坦而已吗？最后的波纹了，好，没了，这个再没有就算了啊，没关系啊，迟早的问题。中间这一颗，这一颗呢？这一颗会是吗？啊，不是，欸，彩虹的是不是？啊，不是彩虹的，是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青色吧？是不是？好啦，反正总之呢，这一款哦，个人是觉得不错啦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老头会把这个游戏连结啊贴在留言区，你们想要玩看就玩看看吧，好不好？然后老头运气不错啊，派对鸭啊，其实这应该不能叫派对鸭，叫皇冠鸭吧？是不是 ？Party 皇冠 Duck 啊，反正就泰坦的皇冠派对鸭，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看的。如果他出泰坦，应该会蛮多人想要的，我觉得，因为真的还蛮屌的，对啊，就是很特别就是了。好啦，这是这一次的这个特别版呢，就到这里结束啦啊！你们有兴趣自己来玩看看吧，好不好？那一样，如果有更多好玩的特别版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如果我觉得不错的话呢，老头就会拍成影片给大家看了，好不好？先到这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特别版再见了，谢谢，拜拜。